吃夜宵啦，姐妹们。然后这个是烤鸡，这个是蛋糕，我都吃了蛋糕了，也吃烤鸡了。然后就给你们简单录个视频。吃完这顿饭啊，等一下直接去给你们展示个卸妆啊。我的虾都被我吃完了，喝一点粥。刚我吃东西之前，我已经喝了我们家宝贝了，没有了，酸酸甜甜，特别好喝。像咱们粉丝的是婷婷家铁粉的，你们经常就是说肉肉多多的都可以喝这个，记住名字啊。让自己弄哪弄了吗？你们去卸妆了，不吃了，刚吃很多了。我也干了吗？现在拿出我们家的山楂水瓶罐，每天卸妆必备的，哪吃都可以先搓搓。你看一看，日常卸妆的样子，直接往脸上抹就可以了。特别温和，不刺激眼睛。像我平时都是用这两个来清洁脸的，清洁皮肤、卸妆、黑头白头，还有经常出油的皮肤、干燥的、不细腻的、粗糙的都可以用来造。干性皮肤、油性皮肤都可以去用，老人、孕妇、小孩都可以去用。现在直接可以冲水。干净了啊，这些肉妆也没有了，看到没，全部弹弹。好了，吃到这里了，我要去补水去照照了。你们也记得要经常洗哦，早晚都要去洗啊。要拍奶照我们就直接直接找拍一瓶的拍一发二，然后呢是发一个上海奶照的著名一方奶照，因为奶照不要有零六了，有零空红，要给羊洗了，拜拜。